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五九六五告啦，圣烛如开讲。很多人都在敲碗，这一上市就抢购一空的原酒系列，什么时候才会有第三款呢？好好好，先别敲啦，这漫长的等待，等啊等，盼啊盼，只闻楼梯响，却不见，哎，有人下来了。大家的敲碗声，我们都听到了。五九点六，难道是？没错，这一瓶大师原酒就是原酒系列的大三元，它的风味集结黑原跟白原之大成，在平均30年红砖窖池，以60年制酒工艺酿造而成，原香原意，才能有三重的立体酒香。嗯，这酒香了得。第一重，沉香入口，香好香满。第二重是蜜饯酱香的甘甜。第三重，窖香尾韵，层层又叠叠。这三重的立体酒香，连住北头的我都感受到了。从源头就是最经典的白金龙酿造做法，系列一经典原酒，是溯源更是经典。系列二首席原酒，地珍稀原酒的原酒。系列三大师原酒，是师出同源的原意再现。每一款原酒全都来自对起源的一路传承，正所谓无三不成礼，系列很可以。白金龙原酒第三部曲，大师原酒，珍惜入手。